因为我觉得我人生是由一个圈到咁出嚟，要经过好多好多嘢。咁我中意系即系跳出个框框咯，因为你成日喺个框框度唔跳出嚟咧，你系好辛苦，因为俾啲嘢围住晒你。咁所以咧，要自己开心咯，跳出嚟咯，吓吓。即是我觉得这个框框呢是我们做人处世，即是做人处世这里的这个框框呢就围着我们就是传承、哎、你要礼貌要乖啊要什么啊，实际不乖都可以，为什么一定要乖的，所以我就不乖了，小的时候，所以我就喜欢、自己喜欢去做什么就做什么咯，所以就是这样、跟着就即是好想做一隻雀仔，不過我唔識畫。係啊，係係啊，我就係要跳出咗呢個框框咯，係咯，就係咁樣。係啊，好中意，即係我覺得，即係規矩係人定嘅啫，唔係生出嚟噶，所以就係、是，即係人哋接受咪接受，唔接受咪算咯。哇！結咗婚嗰個框框係好細嘅。成日好多嘢喺度，令到要谂啊，要成啊，好烦啊，好烦啊，咁样咯吓。咁、所以就系、是，即系你自己好似好渺小啊咁，但系我一定要将个框框跳出嚟。咁而家咁样，而家画翻出嚟，好似朵玫瑰花咁，几靓啊！呢个好似个婴孩咁，好似耶稣喺度一个襁褓包住佢咁样。所以我觉得我都是喜欢这样飞来飞去会开心一点。如果没有结婚呢，我飞到去哪里？ 我会飞到出去咯，即是离开了这些咯，因为我觉得、不用交代，所以一路飞到去即是、不知道哪里了，究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即不知道飞到去哪里，我不知道，真的，所以我觉得是这样，因为规矩我就是觉得是很麻烦。如果假如你想三个你觉得是最顶不顺的规矩是什么，你试试看看它在哪里，这些规矩除了刚才讲结婚，做嘢都有 要守規矩嘅，因為人哋定落嚟嘅嘢，你一定要、照住做，咁所以都係有個框，但係個框比呢啲細啲咯。我可以唔做啊嘛，我呢份工唔中意咪做第二份咯，就咁樣，都冇乜。咁而家覺得好舒服咯，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咯。有陣時嚇，佢哋鬧我，切又坐呢度傻，唔關，就係咁樣咯。因為做翻個我啦，活好當下。你唔好活啦！我成日祝人哋應該係心想好事成啊，唔係好事唔好成啦。而家好似而家咁唔好成。